画一张红色的荷花，这是荷花，那荷叶、花苞、蜻蜓，这是芦苇，这是荷叶。首先是割木稿。找一个淡墨来勾画，用一支小狼毫笔勾线，这是一个淡墨，多调一点。你可以用一张纸在边上看一下，看一下它这个颜色要淡一点，淡淡的。首先勾画。它有勾线的时候，它有一点顿笔。顿笔。也要中锋用笔，好，下面各大画。画的铅笔稿，勾线的时候一定要尽量画在这个铅笔线上。所以这个是前面的叶子，后面的花瓣，前面的花瓣这个地方不要画过去了，可以留一点。
割的时候，先割前面的花瓣，再割后面的花瓣。好，这个是淡淡的墨，花瓣就画完了。花瓣就要求两个花瓣，花苞和这个花都是一样的颜色，不要有变化。啊，这有一个还是用淡墨勾的，就是这个蜻蜓的翅膀，我们把它勾一下。也要很小心，中间是留出的空。啊，在上面再画上这个翅膀的骨架。画一些线，细细的线就可以了。两边几乎是对称的。好，我们调一点点中墨。把他的头和背，是背。身体，
然后是他的眼睛，大大的眼睛。水，然后是他的身体。喂。一条线，你画一点点，然后是结节的，要浓一点的墨。这里是它的纸板，黑色的。然后画它的足。昆虫是六条腿，好，这后面就看不见，稍稍点一下，好，这是蜻蜓的墨稿。淡墨、加墨，调成一个中墨，调一个中等墨。调中等墨，我们把这个莲蓬画一下。脸上莲子，东墨，我们割它的花蕊，双线。有前有后。
就是前面的话也可以稍稍炒一点。好，我们还是这个周末，我们开始画芦苇。要画到这个花瓣上去了啊，就是稍稍过了一点。最好是裂开一点点。注意了，这是一个合格，能留一点空。就是芦苇的背面，
这个河梗，河梗也是种墨的，等一下把它划掉。我现在画的是芦苇，挑的墨一次把这个芦苇全部画完，这样墨色呢基本上是统一的。我这草画完了，画完以后把这个禾梗，还是用这个重墨把禾梗割一下，
这是一个荷叶的背面，背面也是用重墨。粗细都是一样的，不要画到这个花瓣上去了，要流出来。这线不要画得很直，有一点点弧线。呼吸都是一样的。然后我们是重墨，把这个荷叶的背面勾一下，这是荷叶的背面。好了，这个浓墨勾完了，下面是浓墨。浓墨勾主页。选择好，可以稍稍粗一点点。
应该是荷叶的，不舍的。心在这里，这还要画一点静。好，下面画完以后，上面还有一个荷叶，小龙猫。
啊，这个是月子的反面，反面都是中等末。好，这个荷叶荷花画完了，然后下面是扶贫。扶贫我们用淡一点的墨，已经沾点水，把它调一下，用墨调一下。这里漏掉了一个荷叶的茎，就是用浓墨，就对着这个中心。好了，这个就是木稿基本上构完了。好，这张木稿就构完了。